选个机械师，随便就能溜巅峰守夜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太。这一把的话，给大家带来是一把机械师。那么这一把的话，大家看好机械师娃娃怎么放啊？一定要记住，要有物超所值啊！一定要放的好。咱们做一个好妈妈呢，一定要想放娃的时候，就想清楚这娃娃到底有没有效果，一定要替我们妈妈扛到才可以啊。然后这把的话，我们就完全就靠医院啊，绕医院。然后这把的话，它插眼好没关系。这把的话，直接六穿，谁要当赶在医院里面杀我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直接出医院，好赚起来。轻轻松随便就那种巅峰守夜人啊，真的很简单啊，因为我们直接找这种长全长板啊，那么他出来拦我都要拦很久，然后我们直接玩木随便转两圈就随便就他了。不需要翻，对，哎呀。这娃慢了，还掉了。他是一个那啥的。直接吃吧，不教娃了，稳一点，教娃就等亏。来找角度吸我的。可以，这两张猪扛的还是不错的。他没有大吸啊，他选择小吸。都挖电门去了。六秒、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摸头。你这个魔术得出来呀！这魔术好害怕，还直接走了，我操！不值得信任。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这把平局的，这把他们有问题，你知道？这把我觉得野人换个佣兵，把我们那波直接卖了，不要逼闪也行的。博士这么害怕干什么？